走喽。哇，这里可以露营。三万块现在在这边还不适合，这应该没那么高，这晚上不够。对对对，晚上没对，没有那么冷。我，对啊，那时候三万那个应该可以零下，零下对十几度，十几，对。它主要是轻啊，很轻。不过我现在下一个我想要买的是那个帐篷，帐篷，哦、对，因为帐篷其实还蛮重的，帐篷，哦、对，对，对。然后早上就是要野营、哦、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喝咖啡哦，好超棒，超级棒，超级棒，往前一点，能往前一点。